朋友，又到采摘新鲜果蔬的季节了。位于新泽西州中南部哈密尔顿的韩国长青果园，是当地最有名的农产圣地，有机健康的果蔬首选。长青果园每周一到周五以及周日，早上8点到晚上6点对外公众开放。快来采摘新鲜的韩国梨，还有纯天然农场自制果汁，新鲜上市。